我觉得他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用电影的手法来拍这 MTV， 然后里面的诗词部分来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这个诗词是对我自己本身所有的工作，还有我做人处事当中对我有益，对我、对人、对己都有很大的帮助。你要专心当来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是了解耶和华，这是知识的开端，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夸为了保守他那个生命的 一系列的这样子走过来，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祝福，很感动哦。他给我更大的力量哦。是你心上人的老手臂的雨流血，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然后世界价值观开始变化了，就是人的价值观。我是在演艺界出生的，我从小在演艺界混大的，就是唱歌啊，当歌星啊，这个从小在演艺圈大家都知道那是啊，觉得至少可以，我可以跪下来跟他倾诉，我哪里不对了，我痛苦了，我觉得忧郁了，我觉得孤单了，我觉得失落了，我觉得这个至少在我的心灵上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在你的身边。就信主的时候这一段啊，是不容易的，是个蛮艰难的一条路的。